守了我一晚上。安姐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你让我自己带货。安姐，还那么年轻，还没有上过大学，还没有谈过恋爱，还没有好好的享受过他的生活，就是因为你。他跳下去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他救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安宇，安宇，安宇，你还好吗？小茉莉，儿啊，你在这儿守了我一晚上，没事儿了，去洗漱一下吧，不然我们俩就要迟到了。好，公司见，我去洗漱了。